我们现在继续呢，在33节了啊，《楞严经》啊，太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娑婆世界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长阿含经》里面《显扬的论》里面一日月啊至照会啊，这边是一日月嘛，对的，这里日月，对，一日月。那我们也看一下呢，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楞严经》里面是要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说依日月之照理，以须弥山为中心，上至色界，出禅天，下至地轮啊，这是地轮，你看，下至地轮，还有呢，我们从地轮、经轮、水轮啊，这个风轮，这是我们的小世界啊，这个小世界里面还有无色界。啊，这个无色界啊，这个无色界里面你可以看，这就是虽然呢无色界里面不管你的禅定有多深，假设你没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终究会什么有三界的生死轮回。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色界啊，色界无色禅天，纵使你的寿命到125大劫至16000大劫，还是时间点到还是会的啊。还是会轮回。那我们的欲界天，尤其是像这边是兜率天，兜率内院跟外院，内外内院呢，就像我们西方极乐佛国，外院呢还是有这些科具，还有是男女哦，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须弥山，有没有看到日一夜啊，这中国人我们所说的这个南瞻部洲啊，这个是南瞻部洲，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所住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主的一个区块啊，是这个啊。所以我们继续今日呢，我们也提到的所谓的这个若能生离什么，因为我们这次呢最后一次，你可以看这是我们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次第。只要我们对这个学习佛法能深入的话呢，我们从人间的一方面，现在人们病了，我们如何透过佛法更深入，还有这个工巧民社的才华，不管是任何的音乐家或者是专家啦，还是我们所谓的世间顶尖的，终究还是轮回。刚我们看到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了啊，所以我们从不管是无色界、色界、欲界，都是代表我们假设没有回到西方，甚至明心见性、自性佛的流露，我们都还是因缘和合，还是会轮回的。所以这一世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了解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久远呢，从我们修罗汉跟这个菩提，修菩萨果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呢，世尊退出别业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在净同分的这个法则来说明啊。那佛说，这个南瞻部洲呢啊，我们也看到刚刚大家有看到南瞻部洲，对不对？好，这个图很棒啊，我希望你们可以来从佛经里面，这南瞻部洲这是阎浮提的3000大千世界和四大海洋，我们有看到四大海洋嘛，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的这些都是从这边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日一月啊，对，这个里面都是有重重无尽的，这华严经说的重重无尽，透过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的。你看哦，一个灵虚微尘就有重重无尽啊，所以这个小世界呢，等于100亿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银河系了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南瞻部洲啊，这个阎浮提世界上的三千洲啊，这里。啊，还有四大海洋，乃至于日月，啊，日月所造的娑婆世界中，啊，十方各个星球国土，以及这些土地上所有的寒灵众生，云飞蠕动，一切见闻觉知，都是自性本觉灵明妙心的功能了。因为我们受了这个所谓的妄念，宇宙呢，整个虚空，宇宙无边无际的，就是我们的散发出来的意念，因受这个意念所造成的这个业力啊，所牵成
出这个见闻觉知了。所以我们要升起这个虚幻啊，这个虚幻的心，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虚幻呢，我们要清楚。因为这个虚幻跟妄见是一种变态的病相。那我们应该要了解所有的一切，人类呢最珍贵就是这个人，那人就是有思想，那相对最苦的也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互相合合忘生，互相合合忘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佛在眼睛能够产生感觉所缘的妙明真性清净见精神的精见我们的本源，不但没有病态，他尚且还可以感觉分辨所见的了，是变态病相的这种功能，而且产生的这个本觉本明本空灵明妙心的自性的并不在病态病相的各种现象之中。所以一个呢赤醒的人，就是说眼睛有病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五官就在人类的这个大脑的视丘里面，我们假设不知道这个五音都是幻象的，所以我们一个眼睛有病，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你可以看哦，在我们路灯有吗？你可以看到那个五色，我们眼睛有这一些状况者，就是这个醒这个字，就一个生在一个目啊，这个醒，这影像也是代表我们个别的病态啊。所以个人的别见的妄见，一国人共同所见的灾异恶相。所以我们上一集32集有特别说，比如说现在的工业地球呢，有这个战争，有细菌，有病毒，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累世无始以来能见作用的病态现象。所以乃至大千世界这个是处于和合而不知正知之妄生妄死了，都是能见作用的病态病相所产生的业果了，是共业动共同的这个同分妄见的。好，那我们也从这个这个虚弥世界这个案例这个图呢，我们这个虚弥三这个世界这个图啊，我们也能够真正的也了解啊，了解呢佛在此这个楞严经这一段就是做开示十方的依报跟正报。当然我们这一世是要回到西方佛国最后一世而已啊。正报呢阿弥陀佛，对，你就要了解到它都是一个法界长生在我们人体里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所以依报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意念所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灾相啊，这个灾念我们同见啊，所以令这些同分业报的真相呢会有这一些共同的这个意象啊。再来就是说，有的同样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地球，可是有的没有发生战争，这些比例都是因为和明开示的阎浮提啊。所以我们依正报啊，依报正报干净污秽苦乐美丑的不等，都是因为我们众生因为和合的病相迷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让这一些人类了解一切有为法，这些都叫有为法的，都是同样的这个病相。因为这个地球它本身每个起心动念造业造罪，是因为自私的关系，所以这个众生的病相的这个迷昧，就是使我们很难了解同分病相了。既然一国所见的同样是像一个地球里面像苏俄乌克兰，可是我们全世界大家都能够了解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因为妄念那吸引力法则的关系，更加严重的就会跑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在阎浮提当中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只有南瞻部洲有佛法而已啊，其余的三洲呢，像东胜神州、西部贺牛州、北俱旅州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所谓的西部贺牛州，对不对？还有北俱泸州，还有我们所谓的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这些诸国亦皆然。就是说我们是透过这个日以月须弥山，有的人说它是在喜马拉雅山，即使是在我们人体里面日，假设你用这个脑下垂体、愿松果体都是世尊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世尊他有一个别号叫做什么世界最珍贵就是我们有肉体，所以世尊是千百亿化身，让我们要了解。
所以我们既然呢了解到世界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都是来自于这个五知五明的妄动转为六尘的眷闻觉知了。所以我们只要了解到呢这些事项是我们的意念，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更深入佛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无始劫累积的这些的习性，还有染污的这个片剂执性合合一处，成为虚妄的病源，俱使合合而生，俱使因缘合合而死，生死的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的念头了。所以了解到呢，灵性是不会生灭的，可是我们要透过进化的灵魂，就是因为我们有情绪会造成我们现在人们呢不断的受苦。我们希望今日呢再一次的补充我们上一32集所说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小世界。那我们知道这个小世界呢，是不是透过您也理解之后呢，是要让我们从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其实都完全不是出自于这么一回事。你可以从我们的华严经啊，从佛经里面真的是讲得非常的精辟。所以你看虚空啊，所以现在这个虚空这个离我们这个还蛮遥远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这个是以须弥山为中心为一个小世界，那这是佛智清见所说的所以我希望说您禅定更深，假设没有回到西方还是会轮回的哦。我们说的这个2万大劫到8万大劫还是有更大的毁灭所以我们这个三界有生死，就代表欲界色界无色界，那相对我们了解这些都没有离开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会用一个譬喻的表法叫做人体图书馆大藏经，我们要经过深入的70%的佛法，再透过30%我们好好的透过正确的阳光空气水运动饮食还有睡眠还有环境荷尔蒙，还有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这些都是饮食运动睡眠环境荷尔蒙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楞严经是要让我们学习，一定要从这个阿弥陀经了解到这一世最后一次，要好好把握，只有回到西方极乐佛国才能够从不管是楞严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这些大智度论当中或者是现在很多修禅的用解释的禅辩密要经，还是呢全世界我们在提起的这些，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见性，了解到灵性不会死亡，不会生病。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所有的人们更能够专注，透过一句简单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呢它是一个文字代表回到我们人体自身，阿是本来恒守不变的定力，我们了解到大自然的当中都是大能量而已，那这能量当中你可以看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电磁力，还有万有引力的重力强项作用力弱项作用力，都是来自于这个自旋，还是我们所谓的夸克丁夸克下夸克很微细的，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明白宇宙呢法界重生，就是在人才能够去创造实相世界，能够创造这个法界。也祈愿今天呢补充我们32集里面的娑婆世界，让你能够真正的透过这世有肉体，好好的把握真正的意念当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好好的操练回到自身，能够重复简单达到真正的禅定。何谓禅？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能够将佛的大慈大悲，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48大愿了解，因为我们看到48大愿里面第一愿第二愿就没有三恶道，也不会掉入了，为什么？因为只要进入到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修行就属这个无量寿经48大愿，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呢进入到灵性呢不生不灭，甚至我们还可以称愿来到娑婆世界。所以祈愿你呢一定要好好的来深入来理解，祈愿你这一世一定要真正的回到西方极乐佛国，达到来去自如，真的人生难得，正法难寻。所谓正法就是佛，就是觉知觉醒的方法了，而且是
突过2566年，由我们的佛陀叫做屈坦乔达摩悉达多太子，是他说出揭开宇宙的。所以佛陀有无边无际的，像我们看到的银河系这样子的无边无际哦，天主。可是真正揭开的就是我们世尊，所以我们只有报答佛恩了。但是佛又告诉我们，佛是代表觉，所以呢，我们的出现是因为父母的精子卵子因缘和合的。我们也感恩就是因为有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师长的教导。我们也更感恩就是因为有这些人事物的众生还有事情，我们才能够透过对镜，在交往的当中，在互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我执、傲慢、自大？有的话，我们就改变，了解到本来无一物。也祈愿您能够更深入来了解真正的佛法，不可思议。